关于死神方便和演员鹿晗的话题持续升温，格斗狂人、武僧一龙、中华虎杨建平、武林风王志亮等人都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昨天，一向不甘寂寞的少林护法武僧是言教也站出来公开发声，对鹿晗表达了支持和宽容的观点，对死神方便暗讽，而且言辞比较犀利，誓言绝认为中国武术不是要以专业的角度去衡量一个电视演员如何，而是应该从内部思考一下问题，比如假大空的问题，对鹿晗的演戏还是应该持以宽容的态度。誓言绝认为打拳是一种修行，不在乎形势如何，战胜自我，不抛弃不放弃才是真谛。很明显，誓言绝对方便进行了暗讽，这还不算，誓言绝紧接着又发布了一条比较大气的言论，他表示那些喜欢装吹骗的小人不要给我再来下三滥的招数了，我誓言绝习武几十年从未怕过谁，别看我年龄大了你还真不行。誓言绝这话应该是这两年最霸气的一段话，他之前从未如此霸气外露，这次不知道谁惹到他了，发了狠话，誓言绝要打谁，格斗狂人徐晓东还是死神方便，习武几十年从未怕过谁，这是何等的豪言壮语。誓言绝紧接着就展示了一下自己苦练的少林功夫，只见誓言绝在深山老林当中，在台阶大树之间单腿跳跃台阶，双腿蛤蟆跳跃台阶，还有快速攀爬台阶，这是誓言绝体力超强的表现。然后誓言绝还展示腿法和掌法，在大树旁进行招式的演练，看得出具备一定的硬功能力。誓言绝已经50岁，却宝刀未来，争强好胜，这次是要真的出手了吗？誓言绝又表演了一下俯卧撑，总之他对自己实力做了一个很全面的展示，唯独没有和别人对打，这是全民严重期待的事情了。到底誓言绝发威是要打方便还是格斗狂人还是别人，这是个问题。